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第二册第二课的单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单字 conflict。conflict。conflict means disagreement between people。conflict 这个字指的是人们之间意见不同，因此它的中文意思指的就是冲突、争执。那在这个字当中，各位同学要特别留意，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的例句。The students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teachers. 学生跟老师发生冲突。那例句里面有个搭配的用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In conflict with somebody. In conflict with somebody 指的是跟某人发生冲突，学生跟老师发生冲突。那为什么他们会发生冲突呢？请接着往后看。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new school rule. 是因为学生跟老师呢，在新的校规上面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面的例句，它搭配的用法，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something 指的是在某事上有不同的意见。大家都知道，opinion 指的是意见，那 different opinions 指的就是不同的意见。那在某一件事情上面使用的介系词使用的是 on，因此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something 指的就是在某一件事上有不同的意见。后面 school rule 大家都知道，rule 指的是规则规定，那 school rule 学校的规则规定，当然指的就是校规。发生了冲突，发生了争执，那更重要的是想办法要解决冲突。因此，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的地方。好，如果我要讲说解决 A 跟 B 之间的冲突，我搭配的动词使用的是 resolve。因此，大家就可以使用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A and B。我们看一下例句：The store manager tried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lerk and the customer。这个店经理试着要解决店员跟顾客之间的冲突。看完了名词，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的动词 conflict。同义词是 clash。For example, the workers clash with their boss in the meeting。在会议上，工人跟他们的老板发生冲突。我们来看一下例句：Ryan's report about the killer conflicted with mine。关于凶手的报告呢，Ryan 的报告跟我的报告事实上是相抵触的。例句当中，conflict with something 指的就是跟某事物相抵触。那后面的 my 呢，事实上它是一个所有代名词，指的就是 my report。那为什么呢？有关于这个凶手的报告呢，Ryan 的报告跟我的报告会相抵触呢？我们往后看，His report said the killer was a grown man, but my said the killer was a teenager。是因为他的报告呢，指出呢，这个凶手呢是一个成年人，但是我的报告里面呢，说的是呢，这个凶手呢事实上是一个青少年，因此呢，他的报告跟我的报告事实上就相抵触了。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单字，argument。Argument means a situation in which people talk angrily because of different opinions。它指的是一种情况，而在这情况里面呢，人们讲话的时候非常的生气，是因为呢大家的意见不一样。那在这里呢，各位同学留意一下，它是一个可数的名词，然后这个字 argument 是 ment 结尾，好，所以呢大家就非常的轻易可以从它的字尾来判断，事实上 ment 结尾就是一个名词的结尾。我们来看一下例句：I can never win an argument with Alice about art。我永远无法在关于艺术的争论当中赢过 Alice。Win an argument 指的就是赢得争论。那如果我讲说呢，好，我输掉了争论，我搭配的动词使用的就是 lose，OK，lose an argument。那 an argument with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指的就是跟某人在某件事上面的争执。那我跟 Alice 呢会争执，是要争执什么样的事情呢？好，要争执的就是艺术了。那为什么呢？我永远都无法在关于艺术的争论中赢过 Alice 呢？Because she knows more about it than I do。好，是因为在艺术上面呢，Alice 懂得比我还要多。那这个字呢，它除了可以指的是争吵、争执以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的地方，它也可以指的是论点或是理由。我们来看一下例句：The student presented th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animal testing。学生他们要报告他们的理由跟论点，那他们要报告的理由跟论点是针对什么呢？好，animal testing 指的就是动物的实验测试。
那他们要报告的是他们赞成以及反对的理由。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的动词 argue。例句：Linda and her husband never argue about money。Linda 跟她的先生呢，从来都不会为钱争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个搭配的用法：argue about something。那除了介系词可以使用 about 以外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课本上面，好，也可以使用 over 来替换 about。好，一样都是指的是为某一件事情而争吵。那 Linda 跟她先生从来都不会为金钱争吵，so they have a happy marriage。因此呢，他们婚姻幸福美满。那在 argue 这个字呢，除了可以指的是争吵、争论以外呢，它还可以指出的意思，指的是提出理由，可能是赞成的，可能是反对的。我们看一下例句：The teacher divided the class into two teams。老师把这个班呢，把它分成两组，one argue for abortion and the other against it。好，一组呢，好是要提出呢他们赞成好堕胎的理由，那另外一组呢，好就要提出呢他们反对堕胎的理由。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单字，decision means something that someone chooses to do。好，指的是某一件事情，而是某一个人呢，他选择要做的事情。Usually after thinking carefully about it。好，那通常是在仔细的思考之后决定要做的事情。因此，decision 这个字指的就是判断，OK，或是决定。我们来看一下例句：After Peter asked his parents for their opinions，好，在 Peter 寻求他父母的意见之后。Ask somebody for something，好，指的是请某人给某物，好，所以呢，Peter 要询问他爸妈的，好，就是他们的意见。He made the decision to move out，在询问了父母的意见之后呢，好，Peter 就做出了决定，他决定要做什么？To move out，他要搬出去。那在这里，make a decision，除了可以用 make 这个动词以外呢，好，大家也可以看到课本上，你也可以使用 reach，OK，reach a decision，或是也可以用 come to a decision，或是 arrive at a decision，好，都指的是做出决定。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的地方，decision 呢是名词，那形容词 decisive，OK，decisive，指的就是决定性的或是关键的。For example, team spirit，好，团队的精神，play a decisive role in winning the game。好，如果要比赛要获胜的话呢，事实上团队的精神扮演着非常重要关键的角色。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单字，debate means a discussion of a certain topic。好，它指的是一个讨论，要讨论某一个议题或是主题，in which people express different opinions。在这个讨论当中呢，人们表达不同的意见，因此 debate 指的就是辩论或是讨论。我们来看一下例句：There is a heated debate about the best age to start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好，有一个激烈的辩论。A heated debate 指的是激烈的辩论的意思。那除了可以使用呢形容词 heated 以外呢，好，大家也可以使用 fierce 或是 intense、vigorous，好，指的都是同样的意思，激烈的辩论。那要辩论有关于某一方面的事情，好，搭配的介系词我会使用的是 about，或是你也可以使用 on、over 也可以。那激烈的辩论有关于最佳的年龄。那什么的最佳年龄呢？好，要学习第二外语的最佳年龄呢？有关于要学习第二外语的最佳年龄呢？大家有一个激烈的辩论。那 debate 这个字呢，除了可以指的是辩论、讨论以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补充的地方，它也可以指的是辩论会。For example, there is a televised debate on gender pay gap today. 今天呢，有一个电视的辩论。那辩论的内容呢，是要辩论的是两性之间他们薪资的差异。